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了，冬天有点冷啊。这个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也是挤泡沫，是吧？减量极致成为主流。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没有为了开工而开工的事情了，每拍一部剧，我们的制片方、平台方、主创团队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慎之又慎。确实是这样。你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体会很深的是，以前每年我可能能接到几十部甚至上百部的片约，就人家给你剧本，制作方给你剧本。今年 You gave me the letter I guess it was July You said we'll be betterI don't know why I should be so lonely When I close my eyes Imagined you're mineSometimes I feel tired of my heavy thoughts. It's like start a fire when we're on the boat. 当然，2019不光是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而且我相信这一趋势在新的一年，比方说音乐啊、灯光啊、摄影啊，啊这个画王卷吧，是吧？我们也有观众在关心这个编剧是谁，写过什么东西，是吧？恭喜加纳！台语惊人，后劲不发。2019年，他首度担任男主角，就获得无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2019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电视剧男演员，腾讯新闻新推榜年度电视剧男演员，肖战。谢谢，谢谢我们的汪俊导演，请到台下就坐休息。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我们的肖战。过去的一年对你来说应该是特别不平凡、特别难忘的一年。此刻，在这个2020新年的伊始，得到了观众最认可的这个荣誉，站在舞台的中间，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真的很感谢腾讯新闻和腾讯娱乐可以给我这份荣誉。其实，刚刚也看到了，其实这一年有非常多很优秀的演员们。所以自己能够获得这一份荣誉，其实非常的幸运，然后也有一点受宠若惊。希望可以在之后的2020年里面好好的努力，然后不负这一份荣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肖战。接下来准备好接受我们大屏幕的这个考验了吧 ？OK， 先来看一下大屏幕。恭喜肖战！肖战在新推榜年度影响力艺人打榜中以152,758,7235的热推值获得这个荣誉，有请肖战上台接受荣誉。此刻，李总带着他的女儿站在了肖战的身旁，隔着屏幕也感觉到了浓浓的父爱。谢谢李总，谢谢你，谢谢。我们再次恭喜肖战。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荣誉，是新推榜是我们的观众用户喜欢你的粉丝朋友实打实的用热推值来表达对你的喜爱，此刻你的感受是？
就非常开心，然后非常荣幸可以获得大家的喜爱，所以这个奖其实是属于我，然后也属于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再次恭喜我们肖战，加油！再次恭喜肖战，接下来我们有请腾讯网副总编辑杨瑞春上台，恭喜肖战！西子无数，金狮子全面开花。2019腾讯娱乐提出轰动群星的之星，肖战。再次恭喜我们的肖战，也感谢我们的杨总。杨总，请在我们的侧台稍事休息。这是今天晚上，我第三次走向你了。此刻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哇，这个奖真的非常的有力量。2019年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它让我迅速的成长，然后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我希望还是那句话。2020年，自己可以更加的努力，不辜负这一个奖项，不辜负你们，谢谢。不负青春，不负热爱。2020，我们也祝福肖战越来越好，加油！肖战，再次恭喜肖战！肖战，接下来我们有请杨总为我们揭晓下一个荣誉。